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2年2月9日，厉害啊厉害啊，真系送首歌仔俾佢，佢哋赞同呢啲 hack get money 噶嘛，科技伏技之霸权，霸权之路王世泽啊，萧王子啊，一个就萧氏，一个就王氏啊，佢哋嘅姓子度，咁系萧王子啦，首歌好应景啊，90年代大家都有睇嘅一出戏，哇！睇埋嗰幅相就真係不得了啦，见唔见到啊，掌控之中啊，嗰种天下为我所有嘅气概啊。咁到最后就由贪和亲自认证咗佢哋嘅计划啦，不得了。係啊，完全系佢嗰个 plan 嚟㗎啊，就话趁而家啊呢、这个和咪公呢即係感冒伤风咳啊咁严峻嘅时候啊，就摆人民香港市民嘅健康生命各样喺第一位，所以就争取时间俾你哋去撑科技伏技。咁但係呢歪嚟歪称啊，先机炎先包炎啊，諗嘢唔清晰，聚精会神唔到各样，飞沙风中转羽化升仙啊，呢啲不在讨论之列啊吓，又或者同你讲微不足道啊，四个字微不足道，诶、欸、好小事咋嘛，咁我相信你都认同㗎啦，係咪，咁我呢啲冇话唔认同㗎喎，总之啊，我赞成你同埋你快啲去撑科技伏技，好达至群体免疫，我 M 同唔去得，首先唉、哎、唱首歌仔先，细声少少播，费事嘈亲隔离。大地在我脚下，国计将于手中，哪个再敢多说话？二平六国是谁？哪个统一清霸？谁人战绩高过孤家？高高在上，诸君看罢，朕知江山美好如画。登山踏雾，指天笑骂，舍我谁堪垮？秦是此，人在此，夺了万世潇洒。顽石刻，全看清，团众我如何叱咤？哇，真係厉害喎、啊。啊咁学一学佢系咪啊，因为佢哋嗰啲啊系支持呢个 hack get money 㗎嘛。啊就话你 weaponize 咗你啲资讯啊。欸 ,national security 喎、啊。即系你哋讲嗰啲嘢哎呀有违佢嗰个安全嘅守则。啊所以咪颁布一条附件三俾你系咪啊。啊所以你讲啲佢唔啱听嘅嘢咁咪 hack get money 喇喎、啊。安心出行啊你唔用哼啊嗰啲啦。唔参科技伏技哼啊嗰啲啊，老实讲啊，佢呢经常啊就讲到 KOL 100嗰啲系咪啊，嗰啲梗系啊接轨咗佢好啦，但系你冇计㗎噃啊， YouTube 收埋咁多嘅钱啊各样，咁唔通唔做生意咩，咁所以嗰啲咪屹立不倒囉，咁但系佢立埋你嗰搭噃啊，只要佢嗰啲先至系 monopoly 啊，佢有绝对嘅话语权啊，争取全面管治权啊，即系点样全面管治权啊，嗱、啊、你嗰啲资讯你唔应该咁发放嘅，诶、哎、我都话啦，成立个消宣部俾佢，等佢审议一番，嗱呢啲系真嘅，呢啲系假嘅，把关，你靠 YouTube 把关，哇好笑喎、啊、你真系，佢站在唔同你讲，嗱佢啲黄标又坚嘢，你啲黄标又流嘅，可能佢讲得都啱噶，咁但系喂唔系喎，啊我见到真系有影响噶喎，咁至少我知道。嗰啲黄标系坚嘢啦，因为哲学家幽默都讲过啊，所有嘅嘢都要经过验证 ，it is empirical， 就等于全真教咁啫嘛。你撑完科技伏技，头晕身庆各样，系你自己亲身嘅事嚟噶噃，冇得讲噶嘛。我俾张纸嚟冇嘢嘅，咁用乜意啫？仲好，好似仲多收视啊，系咪啊？你只要证明嗰只嘢啊，冇嗰啲。便便水成分就得㗎啦，其他嗰啲佢都唔理㗎啦，係咪啊，你有共产教授袁国勇。嗱、啊、咁当然啊讲佢嗰啲政策之前不如凡事都有化解㗎吓、啊、问题系你识唔识化解同埋够唔够多人做嘅啫。咁但系我觉得呢啊都系巴黎是隻笑面羊啊，笑面羊笑面羊。好难嘅唔通唔返工唔堂食各样咩网购嗰啲退休人士就话啫，你正常人啊都仲要社交话各样噶嘛，就算咧啊，系我呢啲，我一开始啊都已经觉得，尤其系闻到味啦啊，我都同你讲，佢最后嗰步啊，争在仲有得呼吸啊，大家唔撑科技伏技啊，唔准呼吸。
咁大家今时今日能够呼吸，系咪要感恩戴德啊？能够做嘅啊，好有限，即系你咪网购咯，系咪？咁同埋嗱，呢、這个真系 work， 就系屋企嗰啲老人家，咁佢哋就真系抵谂啲啦，啊，去撑一撑呢个科技，嗱、啊，科技服技两个，我绝对支持科技，啊，唔系反马各样，我都话啦，根据中国人嘅体质设计，副作用少啲，啊，就唔知嗰啲人喺度以为啲咩颜色认证各样嗰啲，边有呢啲嘢噶？咪玩啦、啊！你喺香港、啊，你唔系同我讲笑啊嘛？你话要出国要认证，咁嘅时候就冇办法啫。你去英国都系唔需要噶吓，系、啊、好自由嘅，冇一样嘢叫科技服技真资讯啊吓、啊，你咪接受个检测得咯。啊，呢、這个唔好喺度传嚟传去，就系、是、我阿妈当日喺度话唔得噶。啊，你冇得见步行步噶，你去英国之前啊，一定要去撑科技服技噶。我飞咗俾佢睇，系无需呢样嘢。OK， 咁当然。王世泽就会问你嗰啲人呢，到底啊佢哋有冇撑科技伏技啊，点解仲能够做嘢各样，似乎要逼到人埋身嗰啲喎。咁我觉得喂佢哋都应该交代喎、哦、如果佢哋即係叫其他人唔好去嘅时候啱㗎喎。但我交代俾你听我冇。咁但係如果我喺香港嘅时候啊又会唔会系冇呢，好难讲。但係啊就会可能系即係最后逼上梁山啊，咁啊有。咁然之后，但都系同大家讲，虽然即系冇办法啦，啊被逼嗰啲，老实讲喎，啊如果要上飞机各样佢都需要嘅话，咁你冇办法噶嘛，系咪？你要远离呢个订方嘅时候，咁可能你咪嗰啲咩啊，俾鬼砸啊！一镬整个叫做科技，然后未练到第二重天就去英国啦，啊咁就尽量咁样。顶得几多得几多，呢个系阶段性嘅啫，你咪咁同自己讲啦，唯有咁。但系就唔存在我做乜我讲你听做乜，两个 recommendation 嚟噶嘛。即系如果我喉咙有少少痛，我通常呢啊都唔系自然疗法嗰批啊，点都整啲必利痛嗰啲嘅，唔系瞓唔着咪仲大镬。嗱、啊，咁就系讲紧一个家庭嘅计划嚟嘅。咁你总有人要去买餸嘅时候咧，啊，佢哋要买餸，咁而家话入商场你都需要啊嘛，咁你咪搵一啲啊可以接受嘅屋企入面又 OK 嘅，诶搵佢买餸咯 ，OK 噶。同埋我都讲过啦，全为你好啊，真系你嗰啲商铺各样嘅，应该啊点对点色，你咪攞落去俾嗰个人咯。有啲奔到令就睇下啲商家会唔会主动配合。咁当然啦，好多系唔会嘅，你知唔知点解？你够胆咁做？哼！即係同佢對着幹，但係呢招 work 嘅喎、哦。如果我喺個商場入面一間鋪頭，嗱、整個網上嘅 app， 你哋訂完貨啊，我哋咧有職員拎落去俾你㗎啦，就貴少少嘅啫。誒，嗰度有 extra value， 點解唔做？好簡單，抽咗 order 咯，嘿。咁冇嘅，叫外卖嘅啫，唯有啊，咁至少即係可能 Foodpanda 嗰啲就帮下手啦，佢哋送上嚟俾你。咁迟下会唔会 Foodpanda 都唔俾入呢啊，又好问题喎。我哋睇下佢今日啊颁布咗啲乜嘢。哎呀，王世泽开心咯啊，终于可以大地在我脚下。嗱、啊、呢、这个啊咁样嘅 Visa 认证啊吓，咁啊扩至商场各样咯、啊。而且阿嬷就话呢符合香港实际情况，同埋会加强好多嘅法例各样。即系入商场、理发店，所以今日好多人咧，嗱，你唔好以为佢哋系好硬朗嗰啲啊，吓，佢哋就只不过咧，因为 book 唔到啊，社区中心嗰啲好多人都 book 咗，所以佢哋都 expect 自己暂时未能够理发啊，所以咪速剪店嗰度大排长龙啦，系咁样样嚟嘅。咁同埋咁啱，我睇到单消息，阿辉记嗰、那个。嗰、那個業績啊，我哋叫就不似預期啊嚇，唉無怪乎，近排即係連消王子都出動埋啦。咁如果你有比較翻數據，香港係咪真係咁低呢？就唔好口同鼻拗。12至19岁嘅年齡層，哇！香港啲家長真係原來已經有 86% 啊，佢講噶嚇。我而家講緊你聽嗰個練功率去到幾多啊？澳門先得嗰 70%， 香港係遠遠做得比佢更加足就真。咁仲有工作階層啦嚇，嗰啲唔使審嘅，一定高嘅。系，但系佢冇确切嗰个数喎、啊，85至93%，而澳门呢啊就大过90，即系大家 more or less the same 啦。而香港啊，成日喺度讲嗰啲老人家噶嘛，但系唔系啊，香港系比澳门好好多、啊，60至69岁啊有 76%， 70至79有 62%， 澳门分别系63%和44%啫，即系你。点都领先去10几20% 啊！呢、这个唔叫劲咩？而80楼上啊，哇！廉颇老以上能饭否啊？80岁楼上都劲啊，都仲有33%。咁澳门嗰啲啊，就得十
7% 啫。哇，咁犀利啊！香港而家今次唔使王世泽再讲啦，啊，由贪和亲自落手啊，执行佢嘅指令啊，即系呢啲叫咩啊？皆大欢喜。唔知啊，佢哋都系想咁嘅啫。啊，又可以见石烧开业啦。啊，就系咁样样。唔系，啲人话佢哋为小朋友健康着想啊。唉，人微言轻，哇，大佬，我冇乜免于威吓嘅嗰个自由嘅啫喎，佢哋嗰啲唔知会唔会出动嗰啲犀利嘅消防部队噶嘛？今次唔系烧饼啦，边度应付得嚟？哎呀，诶，以上即系我都系问下大家意见咁解嘅啫，啊，即系你满唔满意今次嘅呢个班令啊 ？Hegemony of public hygiene， 我咪话咯，唉，你不如啊引入埋江式纸就更加准确啦嘛，有冇啲天空的蓝一齐啊，就鼓吹一齐引入呢样嘢，太过分啦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